喂，牛太太，是我嘞。歹势吼，请问你是？你哪有可能把我放袂记一个？昨你才摕10万块给我尔，安尼敢对？是你，你敢让我来做啥？我钱已经给你了，你昨不是答应我，袂来改我的生活，哪会讲话无算话？你是不是查某囝？无唔对，昨我想甲你答应，要唔过呢？我即马改变心意啊！而且，你讲我是不是查甫人哦？明仔下晡3点，伫这个北德路4段西康福特路，咱两人做伙哦，盖棉被纯聊天，你就知影啦。你想啥货啊？哎呦，无法度啊！谁叫你生到这么妖娇美的，害我去撒着你哦！你好，你好，请问先生贵姓哦？敢有需要我替你服务的？我说，我也怀疑阮某伫外口有查某人，所以要请你调查一下。林某，老三，歹势啊！我唔知影，想要借问一下你今年几岁吼？62啊。安怎？恁这个征信社，规年阁较济岁人，袂用个廿头岁？唔是啦，我是好奇问一下啦。好啦。咱讲正经的吼，若要调查恁某，我需要一寡资料，啊，搁恁某的相片。有，我有准备啦。来，你看其他还搁有需要资料。哇，右上，这恁某，吼吼，敢那是恁祖囝嘞？嗯。啊，无啦，我讲恁某保养得袂歹啦，人生得够水，嘿，你真有福气呢。啊，对了。你这资料应该是有够啦，要唔过吼，我话头先讲在前咯，我把这个收回吼。钱是问题，来，我已经准备10万块要先给你啊。来，剩的到时再算。要唔过我想要知影，你是不是有爸？哎，药商啊，你放心啦，那别行我唔敢讲啦，你阿狗我专门的啦。哎，你看，这样，拢是较早人客哦，送来感谢的啦，证明我这个人吼，唔是臭大的啦。哦。那呢，我希望在上短时间来给我答，知无？啊，我知我知，嘿，玉山，你放心吧，这件大事哦，都在我身上啦，吼。好，我等你的好消息。哎，再见，玉山，顺行，哈哈，顺行顺行。这相片看起真水呢，啊，唔知本人生做啥款？是讲哦，迄个老狗哦，62岁啊，啊，配这种油漆。郭正义直觉认定杨大德那头老牛绝对咬不动嫩草，才会令年轻的妻子不得不向外求援。他有信心自己的抓奸攻击绝对能够再添一笔。夭壽啊！迄本人比小妹佫较水，哼！不但少年哦，体格佫辣，啊，若配迄只老狗吼，好参像一朵好花插伫咧牛屎顶呢。唉，无彩。只是接连几天下来，李嘉珍除了每天早上送丈夫出门上班，到市场买菜。买完菜回家，其他的时间呢几乎都待在家里。有时如果出门，也都是参加慈院基金会一些慈善公益活动。这样的结果让郭正义感到有些困惑。难道李嘉珍的外遇对象会是这些人里面的其中一个？我要到吗？刘霄。啊！
尤太太，这礼拜要去桃园，咱几家，啊，你敢有要做一去？阮太太咧去啥位？好啊，我甲阮公司请着伊啊。啊，真好，我甲阮太太讲解释一下。好啊，多谢你哦。郭正义小心的求证下，证实李家珍真的只是单纯的参与慈善活动，是个非常有爱心的家庭主妇。另一方面呢，郭正义在杨家电话线上偷偷装设的窃听器也没有任何值得怀疑李家珍有外遇的通话内容。能不啊，这边哪可怜呢，他说的老高能不外遇，能不就靠你偷给你啊，那我可能给我残疾的笑脸的水果。哇，你在偷听啊？我开钱给你搞调查呢，你调查这无道德、笨手的消息，我怎收啊？安那，钱我要赚来啊！这，药商啊，你慢慢安尼讲，我为着你这个客数吼，放弃着我本来客户生意，你敢知影？大，这录音带，还佫一条。只要录音带吼，你摕转去厝里，你要安怎听哦？你慢慢啊听啦。我伫恁某吼，伫这电话中内底，干那甲这慈善活动的朋友，你较计较尔啦，绝对无问题啦。而且吼，我嘛有甲军装，吼，迄真正无问题啦。我无了解啦，我只知影阮某吼，伊无遐尔简单啦。你继续甲调查，调查阿阮某有客了入去。啊，这啥？无啊？你这人啊，这牌面拢做假的，唔得骗人，还是你甲做假的？药商啊，那当然不是啦。我讲，我这号嘛是有挂过一个有名声的呢。药商，有安尼啦，你是不是会当透着一些消息吼？安尼我知影，会当为着开始来调查。放屁！你讲啥笑话啦？我若知影，我再开钱去甲调查。好啦，我告你一个白时间，继续甲调查。调查清楚了，我你相对介绍啊，查某配哦，我来查，我这件好保证哦，唔忙别无，伊来查出来，一定要查出来。好，我等你的消息。药商，你随便哦，药商。一听到可以赚两倍的酬劳，很爱钱的郭正义又燃起了旺盛的工作精力。只是他实在不懂杨大德这个客人怎么这么奇怪呀、啊。因为根据他多年来的抓奸经验，如果查不到客人的另一半有外遇证据，客人通常会松一口气，带着笑脸的付钱走人。但是杨大德为什么反而为了他老婆没有外遇的结果而显得不高兴呢？然而郭正义接下来的专业表现还是没有为他的任务带来任何新的发现，因为李家珍的生活作息与他第一个礼拜秘密调查出的结果两相对照，简直到了中原标准时间的程度。接下来的几天，郭正义尽管不耻杨大德对待妻子的方式，但是他仍然秉持着拿钱做事的原则，日以继夜帮杨大德调查李家珍是否真有出轨的事实。但李家珍的作息活动一如往常，郭正义实在找不出他有任何不寻常的举动。这一天，郭正义跟杨大德约定的时间又到了。老三，经过我安尼详细过来调查哦，你某在外口无查甫人啦。嗯，这边哪有可能啦？哇，你到底有尽力在调查无？哎呦，拜托的啦，老三。你看我这张的目睭有像迄个熊猫无啊？我是全天候 7-11 安尼甲你调查呢，你嘛莫要求讲这个话安尼冤枉我呢。哎，什么？好啦，我提供你一个方法，我相信这个方法一定会当调查出阮某在外口甲别个查甫人有暧昧。什么方法？你讲看卖。杨大德告诉郭正义，叫他用电脑打一封匿名信给妻子李家珍，内容就写说知道他外面有男人，如果他不想让丈夫知道的话呢，就依信上所写的时间地点付10万元的遮羞费。这干不好，哎呦，你也无相片啦，啊无其他的物件证明讲伊是外口的偷客兄，啊干那凭一张皮，你敢骗得过？
你试看卖就知啦。不管结果是安怎，我感觉你上袂过是安怎？哎、欸，这种方法袂歹哦，安尼我得养养父啊。嗯，那呢，我就等你的消息。OK， 拜拜。三天后，郭正义依照约定的时间地点等李家珍。其实呢，他仍然相信自己的专业，觉得杨大德的方法是多此一举，压根儿不认为李家珍会来赴约。正当这个时候，啊，子怡，你竟然来了！此刻，郭正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李家珍居然来赴约了。那么，他是当真有外遇喽？可是他外遇的对象又究竟是谁呢？郭正义本来想一走了之，将这样的结果告诉杨大德，但就在他转身之际，一个狡诈的念头突然闪过了他的脑中。你就是小佩啦？无唔对。你哪会知我有？你是讲我哪会知影你伫外口有查甫人？这嘛，无重要。上重要是你有甲钱赚了。你，我咋来？啊，你真正有退去遐？到底迄个查甫人是啥物人？为什么我拢查拢无咧？这是你要挃的十万块，一生拢无欠。我希望你提了钱了后，自今麦开始，从这件代志放我袂记，莫来搅扰我的生活。这当然了嘛。你唔通袂记，你答应我的代志。啊？我嘛无去甲你见面。是啦。现在是到这为止啦，少帅。这，院长啊，我实在想拢无咧，是安怎恁某伫外口无讨客兄，哎，你著感觉这么失望啊？我都因为伊，好啦，你莫问遐济啦，你算看卖，我当初还阁予你偌济钱。哦，没问题。嗯。等郭正义结完账，杨大德虽然落落寡欢，却还是很阿萨利地开了一张为数不少的现金支票给郭正义，然后就颓丧地离开了。喂，牛太太啊，是我来。歹势哈，请问你是？你哪有可能把我放袂记一个？昨你才摕十万块给我尔，安尼敢对？是你，你该留下来做啥？我钱已经给你，你昨不是答应我，袂来改我的生活，哪会讲话无算话？你是不是查某囝？无唔对，昨我想甲你答应，也毋过咧，我即马改变心意啊。而且，你讲我是不是查甫人哦？明仔下晡三点，伫这个北德路四段西康福特路。咱两人做伙哦，盖棉被存聊天，你就知影啦。你想啥货啊？哎呦，无法度啊！谁叫你生到这么妖娇美的，害我去煞着你哦。啊对，你明仔才出来吼，顺差赚五万块，啊我最近手头较暗啦。五万块？我昨不是去付你十万块？我倒位够有钱啊？你当然有咯。啊无。你都何必去嫁到一个老伙仔呢？因为老伙仔有钱，对无？你，你哪能？你明明在干啥？哼，素材你安怎卖都不要紧啦，只要你欢喜啦。但是明仔载约会，你唔通袂来哦。到时阵要安怎哦？嘿，我都唔知影啦。喂！
原来郭正仪不止很爱钱，这回他竟然色相胆边生的做出了一个极端恬不知耻、歹毒下流的决定。不但故意隐瞒李嘉珍赴约的实情，侵吞那十万元的遮羞费，还利用李嘉珍害怕外遇事件曝光的心态，胁迫李嘉珍满足他要钱也要人的贪婪。卖了高级，我是因为吼，摆倒在你的靠缘之下啦。啊，我搁惊你搞我骨折啦，啊，我唔才想出这个办法。干嘛呢？哪呢？想叫你去提我的钱？啊，最近吼，我手头有较闲啦。啊，无安尼好啦，算我给你借啦。等我以后若有钱吼。我才行你嘛，吼！我问你，是不是我今日顺你的意思，你就会帮我刷？这，是啦是啦。哎，不过小等下吼，咱要做的代志应该是做浪漫的呀。啊，你今麦无欢喜哦，啊气氛无好，哎，是免了顺我意啦。你，好啦。接下来的日子，李嘉珍表面上虽然一如往常的作息参加慈善工作，但是他的生活其实已经变得不平静了。或许郭正仪正印证了男人为性而爱这句话，让他在尝到与嘉珍温存的滋味以后，不但不再跟李嘉珍勒索钱，反而万分眷恋地对他展开了热烈的追求，甚至还为表达诚意地将之前跟李嘉珍勒索的钱还给嘉珍。刚开始，李嘉珍当然因为郭正义不断骚扰他而气愤至极，但是偏偏他只要拒绝与郭正义幽会，就会换来郭正义的威胁。而当李嘉珍无奈地与郭正义碰面时，郭正义又表现出一副懊恼自己的威胁是因为爱他的不得已。俗话说，好女就怕恶难缠。渐渐的，李嘉珍由妥协转变成感动于他强烈的追求攻势。